好，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啊来，我乡亲时代大家好。咱今仔日咱的特别来宾是咱叶伟叶大哥哈。啊，我今咱今仔拢有备而来啦。啊，毋过今晚唔好下雨哦，下雨若要困人，叫你讲等于好好啊困哦，永远莫长就此长眠吧。你今晚你着啥讲？我要讲啥哦？啊，最近你着有在参加各种的这个街头运动，啊，讲要来罢免即个爱困的。嘿，即马进行是啥物进行？是已经进行到啥物抗战去啊？好，啊像即马来讲吼，这个大联动吼，伊即马这个罢骂这个连输输吼，已经有83万分啊。嗯，啊算讲吼，昨啦吼，昨一个反核游行了，啊算今仔日吼，要伫这个立法院遮吼，要提案嘛吼，啊因为迄个大联动伊就三个立委吼，伊有讲。啊，找三十个立委，就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吼，30个啊，已经过迄个门槛，就讲1/4的那个联署就可以提案了嘛。嗯。哦啊，已经达到啊，按说明仔载要发动嘛。对。哦啊，今仔都酝酿迄趋势，就是明仔载要发动。结果今仔新闻暗示讲吼，民进党遐立委讲撤签。嗯。啊，听着遐规个拢废话去啊。嗯。啊，伊的理由是讲吼，讲有三个啦。第一个讲吼，咱爱。集中迄个火力吼，我们来做反核啦。嗯，好啊。第二就是讲吼，如果即马若提出这个罢骂这个行动吼，会使得吼国民党吼更加团结啦。啊，第三呢，就是讲吼，即马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事件吼，咱爱一致对外啦吼，在国内我们就不要有什么各种的纷扰跟纷争啦。嗯，哦，啊，这三个理由吼，我感觉讲吼，啊，咱的在野党都变做执政党啊呢。我查资料，讲要3字经甲5字经，讲要撞出来，7字经嘛，讲要撞出来安尼。对吧？啊你，我小弟认真。对吧？你讲要反核，这反核本来就是爱反核的呀。迄就敢那讲，你食饭吼，买当啉汤，啉汤买当食饭啊，是不是安尼？反核本来就是。食饭买当食咸炒米粉啊，我买当咸食炒面啊。啊，你这反核本来就是要进行的嘛。嗯。吼，啊，过来就讲，你惊国民党团结，吼啊，对咱不利。我来讲啦，国民党呐，国安那无团结吼，对民进党是一定团结的啦。吼，伊那是要打你民进党。伊那要领地台湾人的时阵哦，因足团结的啦。是啊，你管有团结无团结，伊有团结甲无团结，对咱来讲一点啊差别都无啦。吼，啊，佮干你民进党屁事。啊对啊，啊，佮来就是讲吼，啊，为着菲律宾这件代志，你讲啊，咱都一致对外吼，啊，唔免讲啊，制造纷扰，不必制造事端，好啊。问题是讲，你执政党你敢有提出任何方案，讲要对菲律宾安怎嘛？这是爱国，这个吼国民党家爱去做，因为伊是执政党嘛。啊，这个马英九呢，伊是三军统帅啊。伊的实权就是讲吼国防外交嘛，吼啊加两岸嘛，这是伊的实权啊。这互伊去处理嘛。哪有讲像这款物件，咱来替伊操烦呢？是不是？人食米粉，你咧发烧？对啊，咱只是监督嘛，看伊有做无做嘛。今仔日啊。迄个，咱的伟大的苏主席吼，伊既然佫讲吼，反正吼，像这吼嘛，提案嘛是袂过嘛，因为1/4提案要2/3通过嘛，迄都袂过嘛。好啊，啊问题是讲，你五万马研究去对付菲律宾这吼，嘛是无效啊，伊嘛是无迄个南巴当头去对付菲律宾嘛。既然讲要去演习的时阵，既然讲，阮无啥兴趣去哦。我这兴趣是空包弹袂当发射的。哦，阮这是不是实弹演习哦？啊，哪有人？就是讲吼，那你算迄个配饰对无？未前未你个底牌都甲显出来放看嘛？哪有安呢？对无？哪有一个国家是安呢？啊，当然外国人认为那毋是一个国家嘛。像你应该像你妈研究你顶届吼，都去互外国人甲你认证讲你是白痴啊、笨蛋啊、哦！即马佫互菲律宾的总统甲你讲哦，你算啥？你13%尔呢？我72%呢？安尼去互吞呾，啊你佫忍气吞声，是毋是安尼？啊，自我们国格。伊何在？啊，咱台湾人都是因为对外吼，那完全无法度啦。哦，由国民党带领咱台湾，就是讲外斗是外行，内斗内行啦。就国民党春节的最后的发布啦，就是对付处置恁台湾人第一搞尔。对啊，伊好胆啦，因遐检调单位，你要带去的迄17个啦，你好胆啦，你嘛去菲律宾参与对付台湾人这个方式来对付啦，你若。敢安尼做的时阵哦，我刘弟妹就甲你佩服啦，甲你跪在你的面头前，甲你钱卡钱的卡镜头嘛无要紧啦。免讲啥，只要马英九吼，你拿出对阿扁的狠劲吼，10/1就好了啦。嗯，
哦，拿出那个狠劲哦，十分之一就好，不要说全部哦，来对付菲律宾，我就佩服你。啊，人吼、哦、菲律宾为什么唔敢对越南、印尼、中国的船介绍？都对咱的船敢开枪，敢拍死人，啊，佫讲是咱唔对。啊，咱派出去的调查员，伊无爱互你，无爱互你参加啦，把你排除在门外啦。啊，你这样国格荡然无存啦，你的尊严何在？对不？那台湾人和国民党通敌都已经无尊严嘛？即马你国民党搁去予人看衰，看甲无尊严啊！咱台湾人呢？啊，搁较无尊严去呀！咱是什么款的国家？咱是什么款的政府？咱是什么款的总统？竟然讲今仔吼、哦，为了讲什么啊？因为吼中南部落大雨啦，所以讲迄个就职演说吼、哦、都被取消啦。啊，结果也幕僚吼、哦，也幕僚写一个便条，讲啊，总统啊，有媒体在拍你，然后打瞌睡安尼啦。哦，甲提醒，我马上先进来。其实吼，你唔你爱困就困无要紧啦。对啦，你都永远困来长眠吧，祝你长眠不起，这样可以吗？啊，其实你醒的时候跟睡着有什么差别啊？他最好是睡着。嗯，对啊，啊就像植物人一样嘛，死跟活没有什么差别的嘛。你已经是植物人了，对不对？你现在虽然你眼睛睁着，跟你眼睛闭着。他睁着就说瞎话，睁着就说瞎话啊，闭着呢，闭着就打呼嘛，对不对？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的元首居然是这个格调，这个689万人、哦、哎，689万人好大啦，你该算你该算去，你若认为说、哦、足满意的、哦、那就不用说了，你若认为不满意的、哦、拜托的啦，你也同样站出来，你有法度该算去，你就有法度该救下来，对吧、啊、为什么、哦、国民党会这么蛮横，就是因为我们在野党、哦、没强的感动嘛，对，是不是安尼？咱即摆咱来讲这个民进党苏贞昌吼，伊这两字啦，这讲的这个话吼，是不是敢那讲伊想要伊的身份，伊想要代替着这个国民党？伊想讲反正国民党已经去甲共产党已经合而为一了嘛，吼啊！他伫咧台湾这块岛属上吼，啊，台湾人都互人领地管是足惊国民党的咧，国民党管了足好势的咧，有吃有喝有拿咧，拢一切拢安啊，所以讲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苏贞昌主席，伊想要扮演着这个国民党，你看有这个办事无？你看迄落敢是安尼表现出来的？啊，当然，咱是卖甲规个民众拖累啦，这是领导人风格的问题啦，好、哦，也是领导人他能力的问题啦。哦、民进党从创党到现在我看最差的那个党主席就是苏贞昌、嗯哦、我敢不客气的这么说了、嗯、为什么咱像台联伊要安尼去欠83万分的连输输，你甲动作耍来卡啊？迄是偌艰苦去欠来？讲动作废纸、啊，对哇、啊？你敢知影迄个听众朋友，尤其海外乡亲哦，你敢知影讲咱伫咧咱台湾哦？今仔日诶，民调爱填啥？明仔载民调填啥？啥？规街头拢在填甲吼，人足烦诶。啊，搁你若变填落了后吼，逐遍拢有迄个手机啊，迄个骚扰啊，吼啊，你诶迄落个资拢会外流。所以讲，即摆你要叫人讲落去签讲吼，要像讲，尤其是爸要骂因舅仔，人逐个拢惊险险，毋敢签咧。台联安尼底下咧摆迄落野外的这个路边摊安尼摆一根标一个砖头安尼去一箍连安尼去一张去擎起，擎到83万几啊！哎，啊！你这金光女到底你是吃唔着药啊？是去啊？要安怎讲啊？我袂晓讲。好切就切啊！啊，像进前吼，一月时阵吼。伊游行，伫总统府喊较大细声，讲咱二月初一开始吼，咱就要来推动罢免。嗯，对。第一就是讲吼，第一要罢免，就是咱的立委吼，只要若反改革立委，咱就甲罢免。嗯。啊，过来就是讲要罢免，即五二空若到时吼，咱就要罢免即个马英九总统。啊，喊较大细声。哎，我请教，今仔日几号？对，即卖已经五月中啊呢。5月20日啊。对啊。今仔日应该这个阿狗的这版本啊，伊应该爱九十周年的迄落演说啦。啊，结果咧，你所吐的，你咧共讲这种的话，敢会听进？你敢对台湾人会交代进？我即马就是讲，这要安怎来台湾人哦？要安怎用你的力量哦来处置这个民进党？讲民进党哦，若无倒哦，台湾袂好，人就在讲，民进党就是对台湾要走向。独立建国的路中的一块大石头。
这就是讲吼，领导人的风格嘛，领导人就是掌舵者嘛。伊这这个吼，这个方向伊要伟大，伊就要伟大。啊，咱只好跟你行。结果你这么方向唔对啊，唔对你也胖回来嘛，是不是安尼？你袂当讲话甲大细声叫你走，你讲哦要集中火力要来反核，问题是讲反核你做了什么？你有在立法院做攻防吗？你有瘫痪议事吗？对不对？为什么预算你可以让他过呢？对不？你安尼你根本就讲你做诶，甲你讲诶完全无共款嘛，是不是安尼？你真简单，你像台联三个立委尔，大家不加呢？哦，和国民党会扭波，啊，你四十个呢？啊，四十个为什么？哦，人拢无你该信道，人拢唔惊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功能嘛，对不对？你只是看眼前利嘛，只怕自己受伤哦，卖讲就因安尼去用起手呢，你都惊着呢？啊，唔安尼啦，哦，民进党你若无进步，咱的在野党若无进步哦，真正用食鸡，你无感觉今嘛，敢那像伊。已经回到蒋经国时代、蒋介石时代白色恐怖了吗？啊，因为你在野党，你就是无能，唔敢抗争，唔敢大声，有足济足济该抗争的路线，你拢无行，所以国民党就看你噗噗啦。国即马，咱即马过来甲这个民进党吼，啊，我搁爱飞广告一下。当初这个苏贞昌伊要选主席的时阵，伊讲啥？你要找回台湾人的基本价值，台湾人基本价值是啥物？独立建国嘛，哈！啊，你偷一个呢，偷一个药物呢，就是讲要啊，这个要来解救啊，兵总统，哈，脱离这个这个加罗欧罗，啊，啊来要找回这个民，人民对民进党失去的这个心，要来找回人民的这个心，种讲讲嘞，你是伫，你到底你是伫放屁啊？是伫讲啥？是放屁安高心？你伫讲骗欺骗，可恶你啊！啊，所以讲你敢像，你敢像北韩对不？连续三天啊，吼、哦，拍过来飞弹，啊，美国吼、哦，啊，日本。敢对安怎？韩国敢对安怎？唔敢。结果嘛无安怎，轻轻的尔。啊对啊，啊人北韩就敢安尼啊，甚至伫即马伫电视台的口音节目拢讲，咱的国防啊，咱的海军啊，比菲律宾较强，咱吼唔免二十天就天有甲消灭咱的。哦，讲到遐大声，啊安怎消灭？你若无炸相机出去，要哪个敢消灭啦？我炸是讲不得。对啊。是不是安尼？最主要就是讲，你这个监督的政党，即马是虾米人在监督？是你民主进步党在监督呢？你在野党监督的，你对这个今仔日这个执政党安尼荒腔走板的时阵，你竟然一句屁话都不敢说。对啊，你即马唔硬起来，趁即马，因为吼，咱的飞机越来越少啊，就前几工啊，哎呀，前几工啊，一个 F-16 的，吼，载落来了。哦，啊，今仔日如果幻象2000个摘落来，拜托诶，趁明仔载是后日吼，紧向菲律宾宣战。啊，若无真正咱飞机落了了，拢无通我战啊！我来讲，趁即马还阁有飞龙机诶时阵，紧战啊！像无嘛讲人迄个德川吉忠哈，幕府将军德川吉忠，人伊16岁哦，伊就会当伫迄落日本吼，带军队去征夷大将军哦，伊就会当去拍韩国，去拍高丽配。拍对哦，你这个马英九啊，你60几岁啊，人16岁人都变变个，啊你60几岁啊，你即马阁有现代化的武器，啊你的武器甲这个菲律宾番啊阁相差遮尼济，你哪会唔较紧迄落带兵出去甲伊战一下？你去迄落无人岛嘛，去对伊的光环力无人岛甲伊牵一下袂死人嘛，甲伊牵一下讲。对，你的国土叫我喊一个安尼，去宣示一下嘛，好拜托嘞。结果你民进党，你看点点点，什么话拢讲啦，啊，干那这种的正港的话，拢正经的话，拢袂出来讲。对啊，你甲看最近这两天啊，新闻讲啥物吼？有咱台湾的迄个自助餐，无爱卖哦，迄个菲律宾的人的便当，啊，佮有看到菲律宾人，咱台湾人甲拍，好。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啊，确实有发生这个代志，有确实有迄个自助餐吼，无爱卖给菲律宾，啊嘛确实吼，啊，今仔新闻讲，就是有去拍迄个菲律宾人，啊，为什么安尼呢？因为就是公权力不彰嘛，因为咱对你政府已经无欲望啊，我认为讲吼，阮百姓认为讲你马英九政府无作为啦，无可能对菲律宾安怎啦，要自力救济啦，迄个亏无多套，所以讲自力救济吼，才找迄菲律宾人出亏啦。其实我们要对付的是政府，不是人民，但是。政府要谁去对付，就政府去对付啊！
那你政府没办法对付政府的时候，我们人民就是只有对付人民啊，对不对？变成我们在欺压他。为什么我们要欺压？也不算是欺压，因为咱的开无底套嘛，咱台湾人叫菲律宾人怕死啊，这要找上套呢，对不？台湾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呢，拢无保障呢。啊，要爱你这款的迄落政府，结果政府完全无作为，要硬忙讲这个监督的这个。这个政党讲来监督来讲一寡话，啊，这也拢变矮狗，无做官就袂晓讲话啦。当初的时阵，伊若较紧张，迄个船啊讲吼，拖转来了，先拖来台北，先来国际记者招待会先开落，啊，是讲参照迄天因迄个伊的这个外交部长。开到迄种的迄落 ，no sleep no fall 啊，人讲 no sleep no fall 不三不四的这个这个记者招待会啊。你民进党，你哪会唔讲半句话？你为什么垫垫的？你爱搞呀？你要求吼，那迄个小琉球迄只船吼，它的船身吼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去做的。为什么要用玻璃纤维呢？因为吼轻，走了紧。因为什么要走了紧？因为你变的人太拖费的。所以讲吼，看唔上色都爱紧走。所以讲吼，因拢是用迄个玻璃纤维来做迄个船壳。菲律宾的公务船呐、啊。伊是用迄个钢板来做的，啊，菲律宾讲对啊，菲律宾讲咱就准去甲弄，那么提鸡卵弄就好，啊，那有可能伊卖甲咱弄就真加载啊，咱有可能甲弄嘛。啊，搁咱的船是轻的，你去弄着人的时阵，家己的冰船呢？山去，系啊，真正山去。会散板呢？哦，啊，咱有卖讲上弄上，伊船顶吼有 M16的迄个步枪，对，有。M119的机枪，好大，你敢弄？还有白狼林的那个短的枪，对啊，吼、哦，哎、啊，好大，你敢弄？你敢唔知啊？因船顶拢总有枪吗？有炮吗？对不？啊，今仔最新的消息讲，开枪迄个是将军啦。你看麦，就是讲哦，因的这个菲律宾船啊，咱较早拢讲菲律宾船啊呢，咱唔是咧讲菲律宾国家菲律宾人呢，以前迄个爱奎诺啊，伊嘛是。走来咱台湾，咱台湾嘛该安好啊。当初的时阵，因嘛是讲哦，因是真民主安怎吼？啊，台湾这边哦嘛，互伊真侪迄个方便啦。啊，迄阵啊，咱就哦对因足帮衬的哦。啊，因的工人拢伊大量一代互伊入来咯。啊嘛真侪人，咱台湾人嘛去带这个菲律宾船啊，互咱因初初有影真骨力啦吼。啊，甲因就算讲。不只啊友好呢，你哪会今仔日好米可？你今仔日舞到这个场面，赢赢叫跋到输输去，啊！结果嘞，这个监督的这个在野党，你竟然一句屁话都不敢说。对，因为艾奎诺24，哈、哦，啊，即嘛这是34嘛，好、二四的又叫迄个帕西，以前的迄个菲律宾的总统甲对杀咯，走来台湾，咱是甲暗号呢。啊！因竟然无感恩台湾，啊，过来残害我们台湾人。像今仔最新的新闻讲，咱台湾人去拍菲律宾人，哦，啊，即马讲要共赔偿。哦，有啦，讲要共赔偿12万，要笑死人。咱的人去拍死拢唔免赔，对不对？系啊。啊，因都较值钱。系啊。因都空金顺呢。啊，咱人死都死啊，就算啦。啊，伊的人去咱拍着，啊，着伤尔哦，啊，无介严重哦，啊，赔12万哦。这什么政府啊？对啊，咱就无政府啦。咱主要就是无政府啊，互人感觉讲哦，我即马吼，唔是讲啊，咱讲啊，这个骂这个马英九安怎，我感觉吼，骂马英九已经无效啊，因为已经都要长眠的人了嘛，就此长眠嘛吼。啊，最主要就是讲，这民进党吼，你绑票阮台湾人呢。我们被绑架了呢，因为安怎，民进党是咱那个惊街头，牺牲生命，牺牲财产，啊，这个出钱出力，安尼甲伊安尼捏起来，啊，今仔日讲这啰印象啦，你伫立法院内底无好啊表现，啊，竟然讲要罢免啊，头啊要罢免嘛是伊家己讲的啊，是毋是？是啊，啊。啊，志亚哥吼，兼讲一项吼，伊损失上大的是啥？青春甲伊的美丽。啊，查某人吼，上重要就这两项。那我当时啊，会当33岁，甲即马63岁，这30年呢，对吧？变化偌济咧。啊，是在遐当你辜负人的青春，是不是安尼？系啊。哦，今仔日为啥物吼？你唔去做这件代？我讲你所有的物件，都是中源头万恶的罪魁，都是马英九。伊即马吼，这
超就近超近一年，后边还有三年哦，你受得了吗？你为什么不罢免？我跟你讲，他当这一年我已经快受不了了，后面还有三年呢。啊，今麦我搁要翻倒转来，要来问民进党啦，你到底是咧惊啥啦？或者我们合理的怀疑，你是不是拿了国民党什么好处？啊，无你哪会安尼给安好掉诶？啊，讲要罢免因的这个永和立委，也是恁讲的。啊，要罢免这颗狗的，嘛是恁讲的。啊，结果话讲讲的了后，啊，人别人就哦，偷累累去做啊，去做啊，啊，做转来了后，到即摆换你搁无爱啊？啊，到底是咧甲人装笑的？对啊，一开始吼、哦，你都无要罢免马英九嘛。嗯。所以讲，大连你继续伊运作的时阵，吼、嗯哦，你也伫边啊伫看笑话嘛。但成一个气候的时阵，规个民间吼，迄个声势拢起来的时阵、嗯，你才要炸掉啊！话讲好，咱要来罢免，推动罢免，好、嗯、啊！即马时机嘛已经成熟啊！即马你才咧话讲撤迁、嗯、啊，规个努力吼、哦，这一年来的努力拢总无去，你一句话，人不值当啊！安尼你对得起台湾人民吗？今仔日咱是不爱讲像子啊，讲安尼讲啊，可能你有摕啥物好处呢？往往正面思考。嗯、我只会当讲讲吼，武林尔啦。你感觉伊叫无啥物？这甲武林无关系呢，这甲私心有关呢，甲伊迄落政治计算计有关啦。这个跟无能无关啦。所以讲啊，若讲到这家尔武林吼，我电脑都空去啊。嘿，啊，咱即马啊，先互这个电脑休困一下，咱等下啊，再转来，再袂火气遮尔大呢吼。讲到马英九，因那是桂林县菜嘛，那是。